Thank you.
生呀，我儿实在疼儿疼女一片情。家的苦乐，我一人顶，怎能忍？亲人他这痛苦，我应下这心酸泪。下的规矩，新媳妇头三天晚上不能来这香魂堂。我知道你和小周好过，要说那孩子也不赖，可就是他家兄弟多，那日子过来太紧呐。你要是嫁到欢欢，我知道嫁墩子是委屈你了。哎，咱这乡下女人呐、啊，都是这命，啥情啊爱呀、啊，那都是空来。只有这穿衣吃饭过日子，这才叫真来。不怕你笑话。当年我看见墩子的爹，那心里边儿啊也是一百个不满意呀、啊。哎呦，日子长了，自然也就觉得是一家人了。你看看现在，多少人羡慕我，过了还直来。欢欢。
金项链了，戴上吧。娘，哎，我不要。段子他娘，段子他娘，嚷啥呀？我你又喝酒了。死妮子，我没事，随便吃。你看看你，段子他娘，再给我拿点钱。又给娘要钱，肯定是输光了。哎呀，那有你啥的罪啊？酒鬼！我打你吧，我。段子他娘，再给我拿点钱。你花钱也该悠着点了吧？刚给墩子成老亲，又要见新娘，没钱。啥呀？那5000块钱的存折呢？那是留着给始终开工资的呀。我给他没做。小点声。小啥你是？当初不是说好了一个月800块钱的工资，人家始终听说咱要建新窑，怕流动资金不够用，那都好几个月没领了。哎，我问你，他是不是咱领职的老干爹呀？是啊。哎，那他论的真。我看呐、他啥事儿都怪听你了。哎呀，算了。哎，以后啊，你哄着他，听干了。他要不催灵，
那咱就转个蜜的。二东，人家施荣可是咱军药房的顶梁柱啊，咱总不能亏待人家吧？啊，你再拿着胳膊肘子往外拐呀、啊？我咋往外拐了？哎，二东啊，人做事儿要凭良心啊。没有施荣，咱军次要能有今天吗？没有施荣帮忙，你咋能腾出来空到处去赌去喝来？哎，你看看，你看看你这条腿，因为赌博都打成啥了？你还赌啊？我想赌，想赌。那你给老子挣钱，不就是让老子我，潇洒了吗？你给我拿钱。没有，没有，不装。耶！没有，我把钱柜子别喽。没有，这好好的一座神庙，你还折腾啥呀你？你知道啥？咱那军庙再不改建，都落后了。哎，别听那个施荣瞎搅和，把钱给我。我不给。你到底给不给啊？我就是不给。你反了你不给？不要我，军庙房是我沈家汉。没有我，你这老大干一杯。你听我说，哎，
收拾不了你。我叫你给我哎呀哎呀哎呀有本事啊你打呗，你不是厉害。小耳朵，小耳朵，我
娘啊！
呀！你是不是把那闺女给忘了？傻妞，干爹就是把自己忘了，你不能忘了俺闺女啊！刘姐，看干爹给你买的啥？呀，尿性极好！尿施主啊，回来了。哦，回来了。送到光脚会上的产品都销出去了吧？哦，都销出去了。这是账单，请老板过目。哦，光脚会的情况咋样啊？哼，这次光脚会啊，我可真是大开眼界了。过去啊，只有国有大企业才能上光脚会，可这一次啊，好多农民企业家穿着西服，打着领带，直接给外国人谈生意啊！干爹，干爹，你见外国人了？哎呀，见了，见了，满大厅都是啊！张啥呀？张啥呀？哎呦，张磊呀！干爹，黄头发，蓝眼睛，那鼻子可比干爹的大多了。中了，中了！说说您的订货情况吧。这次光脚会啊，咱的产品那是供不应求啊，好多港商台商都争着订货呢。真的？哦？对了，你看，这全是订单。哎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咱那精品要是再多点儿，那才好嘞。哎，师兄啊。要是按照你的设想，尽快改进新药，那咱的君子不就更上一层楼了吗？可不是吗？娘娘，下一次俺干爹去广州，我也要去。哎呦，你呀，你得给我好好的学习。等你长大了，你别说去广州，出国都中。娘，你有钱人。林芝哥哥，你快，你听。哎呦，哎，林芝。哎，林芝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林芝啊，这是给你墩子哥买的，快给他送去啊！哎，哎，干爹，干爹，俺哥娶媳妇了！哟，娶媳妇了？啊！哎，媳妇哪儿的呀？北山窝的。北山窝？还是那个叫黄欢来？啊！哎呀，人家家不是有？你放心，咱也没有勉强他，啊、为了他娘。他自己愿意呀。哎，干爹，俺嫂嫂想跟你学技术嘞。是吗？恁嫂啊，还得伺候恁哥吃药嘞。这个事儿等回来再说吧。娘，林芝。娘娘，干爹。哦，快听话，听话，快给墩子哥送去啊。听话，听话啊，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
要想开一点啊。你看，咱令君都长这么大了，咱有一个多好的女儿。是啊，是啊，施主，要是没有你，我真不知道这日子该咋过呀。想，我也不能没有你呀、啊。想，还记得咱第一次见面吗？我一辈子也忘不了。想，师兄，啊！啊！
去叫了。哎，你咋还拿着月饼呢呀？缓缓吃。好了好了，给娘给娘。缓缓吃啊。哎呦，缓缓一会儿就回来啊！你起来起来，快快听话，快起来。在哪儿？啊，刘婶去叫了。来来来，乖乖，把这药喝了啊。嗯。墩子啊，你非把娘气死哦！要玩玩，你要把我气死了，我看谁还管你！要玩玩，仙女儿来啦！啊，那个仙女儿啦，她在鹊桥那边儿。哎，等谁了呀？董乖乖。哦，等董乖乖。那咱把这个仙女儿给她喝了吧。中。好，我的孩儿真听话。哎呦，哎呦，那娘那个脚，哭哭哭。月饼月饼，吃月饼好吧，吃月饼啊。缓缓吃，中中中，缓缓吃，哭，哭完了，哎呦，缓缓一会儿就回来，哭，拿汤吧，拿汤吧，啊，对对对，拿汤，哭。
是哭来，那一句话也不给我说。啊，他家人说啥？是咱墩子把嬛嬛给吓病了。吓病了？哎，你看吧。哎呀，那他有病，我给他看病，他老住在那娘家，算啥哩呀？哎，你看吧，啊，他家人还说啥？那当初没料到咱墩子的病了。胡说！当初定亲的时候，俺墩子那啥情况，他们啥不清楚啊？到现在说这来？哎，你看吧，墩子他妈，这可是徒弟演了胳膊，有点马趁呐。你是说，那嬛嬛，她还有儿媳啊？这我可不敢说。你看吧，那小周到现在也没有找对象，那他俩又是哪个？我那金项链不是白买来，这项链啊，我给他。哎呦，他就是不要。哎呦，你看吧。啊，来。哎。我的娘家，哎呀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，出大事了！出啥大事了？小周给嬛嬛可是来信了啊！你看吧，从哪儿来的？广东。神川，神川，哎呦，深圳，深圳，哎，你咋把信拆开了？那我不拆开，能知道这里边的弯弯呀？啥弯弯？啥？哎，那嬛嬛给小周写信了？哎呀，你自己看，你，哼，这小子，他想勾引嬛嬛往南方跑了呀，他。哎，你还傻愣着干啥？还不赶快去北山，我把他叫回来！哎，去呀你！啊！哎呦，你老天爷呀，这是咋回事了？这不对！哎，嬛嬛，你回来了！哎呦，哎呀，娘正说去接你了。哎，你这病好点了吧？啊，哎，你渴不渴？饿不饿？想吃点啥？娘我去给你做啊。哦，你看这八月十五的月饼，墩子他到现在还给你留住了。哎，嬛嬛，这俗话说。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嫁根扁担扛着走。至于你跟那个小周，还是死了那份心吧。我给墩子好好过日子，我还等着抱孙子呢。哎呀呀！嬛嬛呐，恁爹也是为你好，孩子啊，你可不敢血汗呐，嫁到咱家可算是掉到福窝里了，这多少人羡慕你呀！啊，来，把这金项链啦戴上吧，嬛嬛。你不要问路，不开枪。
啊！缓缓吃，啊！缓缓带，啊！
欢欢不哭，欢欢不哭。